开箱，只推好物。我是电竞美少女嫣儿，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根本就是 RGB 狂热爱好者，所以我今天又带来一颗 RGB 滑鼠啦。人家都说买 TT 就会 TT， 我并不这么认为。每一个品牌都有它优质的产品或是最棒的优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好的。假如因为过去却失去一个使用好产品的机会，我会觉得很可惜。就像有些人讨厌我却不来了解我，就失去了一个温柔又可爱的女朋友。这颗 Iris RGB 滑鼠正是目前耀月出产的产品，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它目前与三大游戏联名推出新活动，而且只要购买这颗滑鼠，还有独家只送不卖的限定款滑鼠垫，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它就是跟剑灵、新天堂2、AION 联名合作。这三款游戏我也是玩很疯，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不就只是宅在家吗？闭嘴！不瞒你说，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被 RGB 这三个字吸引，它的外盒就是目前三大游戏的宣传图样，小巧精致可爱。为什么会说精致？因为它很贴心，还可以掀开上盖，让你看到实际滑鼠的外观，还可以抚摸滑鼠身形。然后外盒内页就是这颗滑鼠的基本功能介绍。而我把这颗滑鼠定位在入门款神器，为什么呢？首先，它有100至5000 DPI 调整，以及寿命高达2000万次点击的微动开关，这基本规格也符合目前经典线上游戏及文书处理一般使用者能适应的范围。再来看到它的饰面外观，是属于右手人体工学滑鼠，让你握在手上时能提高舒适度。两面皆有使用蜂巢网格来做指滑，左侧面有可自定义双按键，而表面只是采用雾面黑，既耐脏又不失质感。最重要的是滑鼠底部这条 RGB 环绕光条，有1680万色可调模式，一共有9种灯效哦。握起来的手感对我来说很舒适，因为我的手算小，很多电竞滑鼠都做得太大，让我握不住，这对我打游戏在操作上的影响可大咯。简单来说，它比较适合中小型手的玩家来使用，有基本规格外加环绕式 RGB 可自定灯效。你们最关心的就是价格了吧？市面上许多 RGB 滑鼠价格偏高，根本对新玩家来说很难入手，但这款联名还送限量款滑鼠垫，只要990元。给你们看看黑暗中的 Iris RGB 光学电竞滑鼠吧。现在嫣儿也准备了一组送给耐心看完影片的你们，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并开启小铃铛，按下你的喜欢，并且留言我想要 Iris RGB 滑鼠，会在影片发出后第7天开奖，得奖者会回复你的留言告知得奖哦。我们下次再见， Goodbye。